好，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咱们继续讲《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序。书末交讹，王道灵缺。刚才咱们说了这段呢，它所用的文字呢，它也是有古奥的倾向啊。这几个字就是典型啊。这书末其实就是末世。啊，在这儿呢是指的是春秋时期，因为当时呢东周王室呢已经衰微了啊，所以呢称之为末世。交讹啊，交字呢，咱们大家看呢，它是三点水一个尧舜禹的尧啊，所以这个字呢肯定是跟水有关系。这个交呢，咱们都知道，这交呢就是把水，等于把水泼出去啊，把水泼出去之后呢，你水比如说在一个容器里边泼出去之后，它肯定就变成了薄薄的一层，所以这胶呢，它在古汉语里边有薄的意思啊，所以在这儿呢是指的是社会风气啊，非常淡薄啊，人情淡薄啊。讹字呢，这个是咱们今天一说讹，经常是说讹诈。就是说这个欺诈欺骗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在这儿呢是狡诈的意思啊，狡诈的意思啊。讹字呢也可以当错误讲啊，但在这儿呢是狡诈的意思啊。王道灵缺，王道在这儿指的是就是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灵缺呢是渐渐缺损败坏的意思。而有假人以孝己，平义以济公，而犹啊，就是还却还啊，却还怎么样呢？假人，这个假呢就是假借啊，假借着仁义来孝己啊，孝己就是这个孝在这儿是效力的意思啊，就是效力的那个孝，就是为自己服务啊，就是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去这个为自己服务，平义以济公，和上面说的意思是非常接近啊，就是也是借助啊，这平是借助的意思，借助义的旗号来济公，这个济呢是成就的意思啊，济字呢。大家看的是这个呢，也是一个形声字，是和水有关系。它本意呢是渡过河啊，一条河把它渡过去，这叫济啊。所以《周易》里边最后一卦叫未济啊，第63卦叫济济，济济就是说已经渡过河了，未济是还没有渡过河啊。所以这《周易》很有意思，它是先渡过河了，然后呢最后一卦。是把那个没渡过河的那一卦搁在了最后啊，就像咱们现在有的拍电视连续剧啊，他一件事完了又一件事又开始了，他拍了一个头他就不拍了、啊、就有点这个意思啊，就说呢他是、等于是另一个轮回又开始了。所以这济呢本来是渡河，就是渡河的意思啊，从这个渡河把这河已经渡过了，引申出啊啊，成就一个事业，完成一个事业啊，所以是成就的意思啊。功呢是在这儿是指的是啊事业。这两句呢可以这么翻译，在春秋时期，人情淡薄。互相欺诈，王道日渐败坏，人们却还要打着人的招牌去谋取私利，借助义的旗号来成就个人的事业。举重于理，则强梁耻气；片言伪证，则私台解情；
盖前者之遗臣有足求者，举重于礼啊，这个举指的是行为举止啊，重于礼就是合于道理啊，则强梁耻器，这个耻在这是夺去的意思啊，所以古汉语里边有一个词叫耻夺啊，耻就是夺的意思。耻字大家看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左半边它的这个行符是衣啊，咱们说补衣啊，所以它跟衣服有关系。在《说文解字》里边呢，说这个字呢就是夺取衣服的意思啊，夺取衣服的意思。后来呢，就引申出夺的意思啊，强梁耻器，强梁指的是强暴者啊，耻器就是被夺去的器啊，这个耻是被耻被夺的意思啊，又是动词的被动用法，就是非常强暴的人也会失去嚣张的气焰。私台解情啊，片言伪证则私台解情啊，片言就是只言片语的意思，伪证违反正理则私台解情，私台在这指的是就是打杂的人啊，就是对服杂役的人的蔑称啊，解情，解是分解涣散，情是真心实意真情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呢，就连你的奴仆也会对你离心离德。盖前者之遗臣有足求者啊，前者之遗臣，前者呢就是以往的圣人啊，以往的圣人，遗臣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行迹。有足求者啊，这个足还是值得的意思啊，有值得追求的。所以这几句呢可以这么翻译，只要你的举动合于义理，那么强暴者也会失去嚣张的气焰，而你的话如果有只言片语违反正理，那么奴仆也会对你离心离德。可见以前圣哲的遗风还是很值得追求的。这个呢是全文的第一段啊，它主要说的呢是就是人的本性呢都是善良正直的，但是呢又因为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二段，霸德既衰，居诈猛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略受屈，至有化半策而挽万金，开一说而赐琛锐，或企徒步而视之归，结草衣以生倾向，视之视巧持变，以腰能调力者不欺而隐从矣，自是爱上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弊不能反。这个呢咱们也是逐字逐句的来看一下。霸德既衰啊，这个霸德呢是指的还是指的春秋时期的霸业。居诈猛起，居诈指的是狡猾奸诈，猛起在这是就是说形容它非常多啊，到处都冒出来啊。强者啊，这又是这个姜字没有这土字啊，我已经跟大家提示过啊，这个字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强的强壮的强的别体字
强者以决胜为雄，这个决胜和现代汉语那个决胜那意思不太一样啊。他这儿是指的是绝对胜利啊，为雄啊，就是称雄。弱者以诈略受屈，诈略啊，就是这个诈呢是指的欺诈，略呢就是这个手段拙劣啊，而受屈。咱们先把这个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春秋时期的霸业衰亡之后，靠阴谋诡计进行的各种行为此起彼伏，强大的人啊，或者就说强大者啊，强大者以绝对胜利而称雄，弱小者因欺诈的拙劣而受到屈辱。智有化半策而挽万金，开一说而刺琛锐。这两句呢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啊，但是用的词语啊，说的角度不一样。还有下边这个，或起徒步而视之归，结草衣以生倾向啊，这四句可以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啊。智有化半策而挽万金，化在这是谋划策划啊，半策啊，这个本来是你要出计策总是出一个计策啊，这半策就是来他这是强调啊，就是说只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计谋，就怎么样呢，就可以挽万金啊，这个挽是缠绕的意思啊，就可以腰缠万贯啊，这个意思。开一说而刺琛锐啊，还是那个意思啊。开一说就是提出一项主张啊，就可以得到赏赐琛锐啊。琛呢是琛锐，就是珍宝啊，非常珍贵的宝物啊，就能够只要你提出一个主张啊，就可以得到奇珍异宝。或起徒步而视之归啊，有的人呢他起徒步，这个徒步呢在这儿，徒步咱们都知道啊，咱们今天说徒步旅行呢就是不骑车呀，也不坐车啊，就用脚走。那么古代呢是当官的呢都要坐车啊，那么徒步的人都是老百姓，所以在这儿呢指的是平民啊。起于平民而视之归啊，视是当官啊，当了职归这样的大官，归呢是就是帝王以下贵族专用的御制的礼器。战国时期呢，楚国赐功臣都要用归啊，所以呢就是称为职归。结草衣以生倾向啊，草衣呢指在这儿呢还是也指的是老百姓穿的质量非常差的衣服啊，不它不一定说是非得是草编的啊，就是指的是就像咱们说这个布衣似的啊，就是说它这衣服很质量很差啊，也是从老百姓啊一下呢怎么样呢就能够，所以这个以和前面那个儿是一样的意思啊，它只是变换一个字儿啊，生倾向。倾向呢是最高的官了啊，一下就从老百姓就变成了很高的官儿。嗯，视之视巧持变，以腰能调力者不期而谨从矣。视在这儿呢，咱们说过这个啊，就是古代所谓的士农工商啊，士或者指读书人或者指习武的人啊，在这儿呢主要指的是读书人啊。视巧持变。视巧持变呢就是卖弄机智和口才，以腰能调力者啊，腰能在这是这个腰是求取的意思，能在这是显露才能，
所以邀能的意思就是求得显露才能的机会，用这个来钓利啊。这个钓利就有点像咱们今天说的这沽名钓誉啊那个意思啊，来谋取私利啊。不期而景从影从矣啊，不期就是用不着相约啊，用不着约他们，不用约定，他们就影从啊，就是影从呢，就是一个影子接着一个，就是一个人接着前面的人的影子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意思啊，就是说人很多。这几句呢，可以这么翻译。由于战这咱们得加上几个字儿啊，由于战争的胜负能决定一切，所以静置于只需要献出小小的计谋，就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只需要提出一项主张，就可以得到奇珍异宝。有的人出身平民，却因此就成为职归的高官，刚脱下百姓的衣服，就高升为卿相。市中间那些靠巧言善辩来求得显露才能、谋取私利的人非常多，不用约定就蜂拥般出现了啊。这个所以这儿呢说的都是就是春秋霸业衰亡之后啊，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所谓画半册而挽万金，开一说而赐琛瑞啊，就是当时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啊，出现了这么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自是爱上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弊不能反。这个爱上相夺指的是人们以私欲相争斗，与时回变啊，这个与时回变和咱们今天说的与时俱进的与时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随着时间回变。这个回字呢，本来是回转的意思啊，转弯的意思啊，但是在这儿啊，就是指的是反复和改变啊，因为回转嘛，它就是反复啊，就是随着时间的出现而反复和变化。其风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啊。其风就是这种社会风气，刚才说的这种啊，上边所说的这啊，就是所谓刚才说这个画半册啊，什么开一说呀、啊，企图不而是之归啊，这些啊，其这种风气呢不可留啊，其弊不能反，但是呢，这种弊病啊，这个弊通这个弊病的那个弊。啊，不能反。这个反呢是，就是返回，返回就是通那个带走汁的那个反啊，在这儿是返回的意思，就是可以回以为不能挽回了啊，他的弊病已经难以挽回了。最后这几句可以这么翻译啊，自是就是从这个之后啊，从此以后啊。所以就是从此以后，人们以私欲相争斗，随着时间而反复变化，这种风气实在不应该继续下去，这种弊病却已经难于挽回了。这一段呢主要说的是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社会风气、社会环境的败坏呢，
它也使人性影响到了人性啊，使人性呢也变得很不好，就是整个社会风气都非常不好啊。第三段比较长，先给大家念一下。即汉祖仗剑，武夫薄兴，县令宽奢，文理简阔，蓄于四豪之列，人怀凌上之心，轻死重气，怨会必仇，令行私庭，权宜皮数，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邪术，所在误会，至有时区纷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胜于时矣。至王莽专委，忠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英佛，遂乃荣花秋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迷向暮息，去旧之节，重于时矣。待桓灵之间，主荒正谬，国命委于燕氏，世子修以为武，故匹夫亢奋，处事横溢，遂乃激扬民生，互相提服，品和公卿，才良执政，性直之风于斯行矣。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后汉书》啊，它这个文字也非常优美啊。从这一段呢，也可以充分反映出这个特点啊，就是说它，当然咱们今天看来呢，也有点拽文的意思啊，就是说它这个文辞比较华丽啊。即汉祖仗剑啊，这个汉祖呢，当然指的是就是汉高祖刘邦。仗剑啊，就是这个传说中呢，刘邦呢，他决心反秦的时候啊，他带着一队人啊，在这个夜里边走路啊，走路就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大白蛇啊，拦住了去路啊，刘邦呢就上前呢，就是用剑把这个白蛇给斩掉啊，这当然是一个传说啊，所以这仗剑呢，就是指的这个用剑来砍杀白蛇的这个传说啊。武夫薄兴，这个薄字通这个咱们朝气蓬勃的那个薄啊，薄兴呢就是非常突然的这个兴起啊。县令宽奢，县令在这指的是法令，宽奢就是非常迟缓啊，非常宽容。文理简阔啊，文理在这指的是礼仪制度啊，简阔就是很简略。余序四豪之列，余序在这儿是继承的意思。余序呢，本来是这个残余的意思啊，在这儿可以活译为啊这个残存。四豪之列，四豪指战国末年以仰视著称的四个贵族，就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啊，这四君呢合称为四豪之列啊。列字咱们已经说过啊，这个呢是形声字，底下一个火字，上面一个列是生符，下边是义符啊。本来呢它是表示熊熊燃烧的大火啊，在这儿呢是指的是事业啊和遗风的意思啊，在这主要是遗风的意思啊，四豪的遗风啊。人怀凌上之心，凌同这个凉点水的那个啊，欺凌的那个凌啊，所以它是侵犯的意思
啊，就是人人都怀着犯上的那个心，啊，就是很这个侵犯掌上的思想，轻死重气啊，就看清生死而看重气节，怨会必仇。这个仇字呢，咱们讲过啊，这个仇字呢，这两边的字呢是追啊，追的意思呢是小鸟啊，中间是一个言字，所以这个字呢一看呢就像，这也是一个会意字，就像两个小鸟在那聊天一样啊，所以他这个因为两个小鸟在那聊天，所以他引申出呢就是相对的意思啊，从相对的意思呢就引可以引申出相当的意思啊，所以在这儿呢就是相当的意思啊，就是怨呢是指的是仇，会呢指的是恩啊，所以呢就是说有恩有仇都一定要必仇，就是必然要和他相当，那就是说你给我一定的恩惠，我也要报答你一定的恩惠啊，他给我一定的这个怨仇，我也要回给他一定的怨仇，就是这个意思，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有恩必答，有仇必报的意思啊。令行私庭权宜皮数啊，这个法令呢本来是应该是官家来执行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是行于私庭啊，就是有权势的这个私家啊，而不是官方。权宜皮数啊，皮数指的是皮肤庶民，都是平民的意思啊，就是权力下移到了平民。任辖之方啊，任辖之方指的是仗义行侠的方法啊，成其俗矣，形成了当时的社会风俗。这段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到汉高祖刘邦仗剑斩白蛇的时候，武夫勃然兴起，法令变得宽缓，礼仪制度也变得简略，社会上残存着春秋时期四位豪杰的遗风，人们都怀有侵犯掌上的思想，看清生死而看重气节，有恩必答，有仇必报啊，就是这个怨会必仇啊。私自发布法令，权力下移到百姓手中，仗义行侠之道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哦，现在还有一两分钟呢，咱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就上一段里边有一个常用字，就是这个呢在现代汉语里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以妖能调力者，这个妖啊，这个妖它的本音啊，就是最早的发音就是妖啊，咱们现在说那药字倒是比较后起的音，这个妖字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就是人身体的这个妖的那个就是带肉月的那妖的古字啊，这就是古今字啊，这妖的本字，这妖字呢本来没有这个肉月啊，后来呢也是因为它啊意象非常多，所以加一个肉月啊。这个例句呢是墨子里边的啊，楚灵王好事细妖啊，这楚灵王呢非常奇怪啊，就是这是古时候的真事啊，他就喜欢那个武士啊，这腰特别细啊，越细的他看着顺眼啊，这也很奇怪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楚灵王是一个很怪癖啊。
第二个常见的用法呢是拦截，使庶人夭于路。这个呢其实也从这个夭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人的夭的这意思引申出来的啊。他夭于路呢就是拦截在路上，就是像那个把夭系成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路呢像系夭一样把那个路给系住了啊，这样就把它拦截住了啊，所以它也从这个夭的意思引申出来的。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求得啊，设法获得啊，夭利之人啊，李氏春秋里边啊，就是说就是求取利益的人啊。那么第四种用法呢才是要啊，就是要点纲要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啊。在咱们课文里呢就是所以是这第三种用法，就是求得啊，求得这个展示才能的这个机会啊。好，这节课咱们就先上到这儿。